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是解释一切众生、一切诸相有种种义啊，概括分为四种。第一种讲过了，这所在是第二种。第二，以众生非众生之义，证明诸相非诸相之义。一切众生五蕴色身，皆是四大自合业力集持，清净心中皆无出物。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由此知影，《金刚经》里所讲的达理达故，拢含无量义。众生非众生，众生的本意啊，是众缘和合而生。所以叫做众生。由此知影呢，众生这两字是六亲，以古著的这个清说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所以就出一个众，出一个生。这个意思啊，涵盖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宽，会使讲真虚空变化界啊，世出世间一切现象，拢是属于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就是佛法。也不例外，在佛门里面也有一个俗语叫缘生，缘生甲众生的意思是同款的，因缘生法，就是众生的意思。既然是因缘生法，可见的伊无主体。因此，佛甲咱讲，伊的主体是空相，了不可得。这则讲非众生，就《金刚经》里面的意思来讲呢，众生是对相上讲，非众生是对性上讲的。意思就是说明，上有性空，性是空的，上是假象啊，性是真性。对这个意思，证明诸相非诸相，诸相就是众生。一切相众缘和合而生呢？众生非众生，当然诸相非诸相啊。那是讲诸相之体啊，
是动体即空了不可得。即句内面将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拢包括在其中。下面是简单的解释：一切众生五蕴色身，皆是四大组合。对上上讲，一切有情众生的色相，咱讲这六心啊，有情众生的六心，这个六心也是无量因缘生的，无简单啦、啊。我也捌甲注意报告过啊，这个色心的复杂，甲外面大宇宙是共款的复杂，绝对唔是讲咱这个六心的构造比较简单，外面这个宇宙啊比较复杂，无诶，完全是共款的。为着说法方便起见，将无量的因缘归纳。无量因缘无好讲啊，太多了，该分类归纳。归纳为五大类，叫做五蕴五大类。如果对有佛法小看有一点啊涉猎的人，拢知影《心经》内面讲的五蕴，就是《相宗》内面讲的别法。法相宗入门的教科书是《别法明文论》。这部论典是天亲菩萨做的。天亲菩萨根据弥勒菩萨所做的《儒家师地论》，《儒家师地论》是弥勒菩萨将世尊所说的一切法，该归纳为660类，660类已经是拢是一切法的纲要，但是初学的人也是嫌伤多，不容易接受啊！天亲菩萨将660法归纳做别法。做别法明文论，希望大乘学者对别法内面会当开悟，明就是开悟啊，门就是门径啊。对这100法内面，体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方便的法门。把这回向，各将这个别法，各归纳，归纳个上少的五蕴五法，这五法敢也会当归纳呢？也会归纳到最后就是理法。理法是什么呢？一个色法，一个心法，不外乎色心理法。咱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物质。精神，所有一切法归到最后，一个是物质，一个是精神。物质，咱佛法内面叫做色法；精神，咱佛法内面叫做心法。这是归纳到最后啊。我问这个名词呢，
咱学佛的人必须有一个真清楚的概念。这是五种啊，文是文集，就是组织的意思，也就是咱讲类别五大类，我们是五大类。第一个是色，色化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物质。在笔法内面呢，诸位就会当看个真清楚。笔法内面色化有十一个，五根是色化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是色化物质。六尘是色法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而且所以色法内面有十一种，五根加着六尘，十一种啊。按你来讲，大家就会比较清楚，就较好了解。这拢是属于物质，物质内面呢？主要知影，绝对不是只有肉眼的看会到的，肉眼看袂到的音声，音声嘛是物质啊。去接触的，耳光听袂到的，目睭看袂到的，鼻啊会当鼻到啊，迄嘛是色法啦。啊，迄、那个香是代表所有一切气味啊，你鼻会鼻到啊。身体会当感觉到的啊，亲像寒暑冷暖，咱身体会当感觉到，这拢总是属于色法。那是安尼呢？咱心肝内会当思维想象，嘿也是属于色法啦。法尘啊，法尘啊，比较复杂。啊，一半是属于色法，一半是属于心法，伊比较较复杂一点啊。除色法以外，心法内面有四种，伊讲较比较详细，受想行识，这四种就从别法内面除色法以外。心法、心所法、不相应行法，拢包括在其中。也由此知影，伊的范围真宽真宽。现在，咱搁在谈论这个色心，咱的身体，以及咱身体。被挖苦生存的环境，这个环境也是色法，这拢是四大组合的，这是咱讲物质，物质的佛法内面啊，甲叫做四大，用地水火风来代表。地啊，代表伊是一个物质。咱呢，若君会当接触到的，伊是物质。就亲像现在科学家所讲的，原子、电子。粒子是古白显微镜下面看出来，伊存在有这物件。迄大呢，就是讲这物质，伊有温度，迄是温度，烧的有温度，最大。水是湿度，伊有温度，伊有湿度，
风大呢？注意想看卖，风是啥物？风是动的，伊毋是静止的，伊是动的，所以甲叫做风大。这就说明，这物质伊的形态。现在科学家发现呢，甲佛法讲的是共款，用的名词无共款。科学家知影即个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、一代电、一代阳电、代阴电。阳电就是咱佛法讲的迄大，阴电就是咱讲的最大。无错啊，伊是动的，伊毋是静止的，确实伊是动的。注意爱知影，即、这个四大地水火风，即四字是形容基本的物质啊，有即四种的特性。即四大特性是即个意思。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，拢是即个基本物质组成的。现在啊，这个科学进步了，已经甲伊观察啊，非常的清楚。科学家所讲的是，伊排列的样式无共款啊。现代名词叫做方程式，因所排列组成的方程式无共款啦，所以排成真正多种类的原子。由原子这个排列的时阵，变成真正多的无同的分子，由分子组成这一切万有的现象，这个互科学家观察出来了。因利用现代科学的仪器来观察，啊，长期的观察。发现着这个现象，可是咱爱知影，释迦牟尼佛伫3000年前啊，也无算讲是中国个，就算外国人讲个，2500年前迄个时阵啊，世界上这科学仪器都无发明啊。好看到即个款式啦。甲2500年以后，科学家所看的是共款的啊。咱袂用你无背好，释迦牟尼佛的目睭就是啊，显微镜。啊，迄、那个物质啊，极其微细啊，伊会当看较遐清楚。伊的目睭比现在最进步的显微镜还佫较灵。不但伊人看得细，看得真微细，也会当看远的。伊迄个目睭嘛是望远镜，也是了不起啊！伊会当伫即个世间看到真虚空变化界，连10万亿佛国度啊，迄边的阿弥陀佛讲经，释迦牟尼佛伫即地也看清清楚楚。即、这个目睭啊，真是厉害哦！金刚经上讲的啊。五眼圆明，佛讲咯，即、这个目睭是咱真正的目睭啊，是咱本来的目睭。咱现在目睭为什么不灵呢？这目睭内面啊有真正多的珍贵的污染，所以伊即个用途啊失去了。啊！现在变得真可怜啊，计一张纸，迄边都拢看袂到。何什么污染呢？佛讲啊，梦想啊，执着啊，比梦想执着污染。如果会将执着卸掉，该放下，咱即个能力恢复了一部分。就亲像修行阿罗汉共款，
一条放下咯，破了五级啊！咱这个目睭的能力啊，会当看到一个小千世界。如果咱的法执也破了，妄想也是放下了，妄想执着，妄想放下了，咱的能力就恢复更加大了。啊，会当看到一个大千世界。假使你运气真好啊，你这个智慧、聪明、高人一等，你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够了不得啊！到底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，你这个目睭的能力啊，恢复了，几乎甲佛是共款。佛经上讲的境界啊，你诸凡夫拢看到。这种形态，咱知影是刹那九八生灭的相续相。相续相为什么会当维持呢？就是第一个相甲第二个相真接近啊，那就无改变啊。伊这个相续绵延也爱有一段时间呢、啊。咱人来讲呢，就是寿命，伊有这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是什么力量来支配？所以这个相续相会当非常接近的延续这样长的一段时间，业力支持呀。这是业力啊！过去生中那做善业，这一生自然就富贵长寿。过去生中做恶业呢，这一生当中生活就比较困难困苦。业力伫咧支持啊，六道众生是业力支持的，善业恶业伫遐伫咧支持的。六道以外的四乘法界，声闻。严格菩萨也是业力支持，伊是甚物业呢？咱一般讲正业，伊是正业支持。咱六道是染业，染业内面有善有恶，亲像声闻严格因修定，因的心比较清净，所以因是。也是业力、正业吧，支持清净心中皆无处物。清净心是真心吗？如果清净心现前，注意想看麦，超越是法界咯。超越是法界去倒位去咧？到一真法界去咯。一真法界啊，是真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。内面啊，不但是善恶业无咯，正业也无咯，念经也无咯。由此知影，是法界的众生，拢是。业力伫咧支持，啊，就是因为即个缘故啊，所以佛教咱无住后面也着爱的诚心，都、就是即个道理。是法界苦乐无共款啦，啊，你诚心是善心，你伫咧是法界内面，你的生活，你的享受，诶，
步步高升啊，甲你提升出来啊。如果你毋知影事实真相，犹原任意啊去做恶业，那个生活就真艰苦，那就会是愈来愈歹咯，一世不如一世咯。所以这是佛的大慈大悲，教咱爱诚心。如果诚心会当无助，无助会当诚心，那就好了。用这个方法修持，念经两边不足，一定超越十法界。生到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分正佛咯。宗门内面上讲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见性就成佛咯。因为原教初祖菩萨就能力在十法界内面啊，现种种的心。所谓应以佛心得度，伊就现佛心；应以菩萨心得度，伊就现菩萨心。伊那是去五鬼道去度众生呢，伊就现鬼心；伊那是去到地狱道去度众生，伊就现地狱心。无处不现心，这叫做真正的大自在。第三，上者五人众修，四上不一，故曰诸上。这是解释诸上非诸上。头前一段是解释众生非众生，注重的众生呢，上将一切万象归纳起来。不外乎这四大类：我想，这众生第一个执着的，将这个心当作我，以为这个心就是我，坚固的执着，无量劫来，将来无从这个放下，将来无从这个舍弃。坚固执着这个心是我，所以无量劫的修行，拢无办法脱离轮回，无办法超越三界，贫困就伫这地。人相是什么？甲我对立的，就叫做人相。这地。人相的范围啊，非常非常的广大。九法界的众生拢是人相，这地呢，大家唔通将意思看错了，因为我相别个人大概就是人相，唔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人啊，是指一切众生啊，包括咱这个心啊，这个心是什么？这是人啊。这像一个人啊，众生啊，是讲这相是众缘和合而生啊，所以伊这个每一字内面拢含有无量义啊，意思是无限的深，无限的广，无限的广。比如我想。我这个身体啊，大概是范围啊比较较小一点啊，范围无小啊，也真大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心是我啊，外面是我所，我所有的啊。你看，还佫包括我内面去了，一个都无去漏交着。我所有的啊，这是我大个地球啊，迄地球上所有众生，敢毋是拢变作我所有呢？啊！我大诶，这个大千世界，我大诶，这个虚空法界啊，
这我啊，延伸起来啊，哦，嘛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所以啊，每一个字内面含义拢是无量无边，必须细腻，才会当将事实真相显示啊清楚。我一个执着，您就包括我所有的众生啊，是讲用众缘和合而生呢，就是指缘生之法。受者呢，是指业力啊，执持于时间的长短，就叫做受者。也由此知影呢，这事理啊，实在讲是一件代志。不是讲四项代志啊，讲四项代志啊，这就不是叫做佛法咯。您敢无听讲过咧？佛法叫不离法，离就不是佛法啦。佛法是不离法啦，所以这四个啊，也是讲一件代志啊。一这是四，四这是一，一定要对这四个角度来看，才会将这代志看清楚、看明白，是这款的意思啊。四个角度来个观察呢，有四种现象，四种现象合起来是一件代志，所以对相相来讲，事相不一，各外诸相。任何一件代志，对各方面来看，伊个相拢不同款。无论处着心相、法相、非法相。该为中恶人众修，所以事理那不是一件代志。你为什么丢一个拢总拢丢了？丢心上，由于你的身体是家己，你思想固执。法上，执着一切法确实有，这拢是丢有。非法上。就空，非法相是空啊！你执着一切，什么都拢无了。问讲，谁阿人执着一切拢无呢？也唔是我执着呢？啊，有我思想敢无固执呢？注意啊，详细对这个所在去省察，去体悟。所以菩萨正果。无念头啊！头前咱读过苏德凡，如果家己认为讲，我正得苏德凡过了，恁想看卖啊？伊是毋是有正得？伊思想固执啊，顽固啊！苏德凡正得苏德凡过，伊无感觉伊正过，伊啊！伊了无技术啊，修行就是安尼啊，何况大乘菩萨啊，你若是拄着观音菩萨，你请教伊，观音菩萨，你是不是已经证得顶到菩萨咯？伊若是跟你讲，我已经证得了，伊思想就固执咯。伊心肝内确确实实无这种的分别执着啊，清净心啊。菩萨难讲圆教，对初信位到顶觉五十一个阶级，这五十一个阶级对到未来呢，是看摩尼佛方便甲咱讲的啊。方便说了呀，事实的真相是五十一位菩萨清净心的顺道无同款。愈悬呢，心就愈清净啊。但是，迄最低的一位也无五执，也无思想。
对最低的迄个初信微菩萨啦，就无思想啊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无思想，这内面也有程度上的无共款。咱讲清净心的程度无共款，是对这个所在来讲的啊。其实，实际呢，菩萨各位内面绝对无分别，绝对啊无执着。这些人拢是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小可有一点意思，心已经无平等了，已经无清净了。这个所在讲啊，无论你处着，不管你处着身上，或者是法相、非法相，你拢总拢着相咯。故啊，一切啊，经初发，菩萨无法应无所住，行无布施。这是本经头前有一句这款的经文，佛教菩萨，菩萨无法，这法。包括了法相、非法相，乃至有包括世间法以及佛法。佛法讲起好啊，法相应下何方非法？迄、那个法是指佛法，一切法拢未用你执着，一个执着就错就害了。哎，安尼是行无布施，布施意思大家要从清楚，要从明白哦。布施就是咱一生整个的生活。伫金刚经上用布施这两字来做代表，咱这个一生全部的生活，拢是为一切众生，无为家己，这就是布施。如果为家己啊，就错了，你就着相了。不为家己，完全为一切众生，难为一切众生生活在这世间，这是诸佛菩萨。第四，诸相为布施之人所施之物。这拢是相啊！一切者，人是五蕴和合，物质品类繁多。一切物质内面，咱今仔日讲的，是物、矿物，是物、矿物有色相。换一句话讲，有地水火风。伊无受相形式，其实啊，伊嘛是有受相形式啊。受相形式的迄个感性啊，非常微薄啊，无像动物遐尔明显。是物咧，讲到实话，恁兜若是种花，你对花草若是无爱心啊。这花生了就袂水，花开了袂好，叶啊生做无水啊。如果对伊非常的爱好，那像伊有感觉啊，花伊就开甲真水，伊会互你欣赏。你无欢喜，伊也无欢喜你，伊也袂插你，真正有这个意思哦。迄、那个厝内种的花的时阵啊，换一个人去种啊，就无共款咯。随细心去观察，你就会发现。所以花草嘛是有感情啊。所以戒律内面啊，佛制定清净比丘不打青草。除非你是不得已啊，都爱对下境界。如果有路会当行来讲啊，唔通打草，袂用你打草地。伊也是有情啊，
但是伊迄个情甲动物来比咧，也是太微薄咯。所以一般人甲伊看做是食物。讲物嘛是安尼，你敢无听伊讲啊？成功说法啦、啊，弯色点头啊，石头都会点头啊。伊若是无感情，伊哪会点头呢？你那问讲为什么呢？情有无情共一体啊，拢是发生变现的，所以通呀。即个讲啊，品类繁多啊，不管安怎偌济法。在理论上讲啊，总不管何是如此啊。无论死者、死物、修者，莫非因缘组合，现出幻有，各界万非。这句内面讲实在话，若无详细讲出来，是看无啊。今仔看这个文理啊，意思就全看错咯。这是古典上讲的啊，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啊，三世佛的话愿弄啊，你将我的意思看错咯。死者临末世的人，乃发菩提心的人。修者是一切众生，是物，包括咱全部的活动，是物是这个意思啊。你不是讲我提一点物件送给人这个物，啊，你这个意思就看太浅了。在哪里会使算讲是金刚不坠呢？啊，这种布施的时阵，连三岁小朋友都拢知影。咁也会当恭喜这亲为的菩萨来讲这个经呢？这个事物啊，是讲啊，咱这个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，实在讲我讲咱呐，这话拢有无边。这应该是什么呢？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咱家己这一生当中未必轻下忌为零。哪里会当讲到布施呢？但有主又阁唔肯生心，唔肯行有布施啊！真正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因是如此啊！因确实啊，无一切法无主，整个即个生活活动拢是布施啊，拢是为着利益一切众生。这是金刚经的意思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注意想看嘛，是不是因缘所生发呢？也是因缘呐，总离不开缘生这个原则，离不开这个原则，拢是因缘生发。既是因缘生发，就无自性啊。所以无自性，缘生无性，缘起性空啊！这性中里面有这款的一个名词，缘起性空，就是讲这个缘生无性，无性什么也会使讲这个缘生无主体，无主体就是动体即空啊。了不可得，所以讲非，非就是空相，是即为三轮体空，轮是比如这三个就是死者、死物、修者，这三个轮转啊，永远不间断的利益一切众生。点转离业不休息呀，三轮体空是讲这个意思。
一般粗心大意，听这个八戒教啊，拢是执着的五灵布施，人会接受我的布施，我当中送的物件，布施了后心关了清清气气，也无咧想我，也无咧想我送的物件，也无想对方迄个人，这叫做三轮体空。足侪人啊，是这误会啊！所以八戒学了一世人啊，一点啊八戒都拢无啊，也是一几个头壳啊，这个烦恼，也是习气烦恼拢袂当断啊，做错咯。这是八戒经难讲的所在，八戒达理达故，深讲无有边际啊。初三皆是幻有同体即空，明白顶面所讲的道理，即句话就听有咯。拢是言行之法，拢是有即非有，所以叫做幻有同体即空。因为伊是幻有同体即空，所以也不可以执着，你执着就错了。不但未当执着，连分别都拢错了，所以啊，一定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。也伫咧帮助一切众生当中呢，随缘就好啊。随缘，唔通攀缘，诸位爱知影，攀缘你所修的是有老的福报啊，那是怎样呢？实在讲，这个物件唔免去问别人，家己冷静想看卖就会知影，就明白咯。攀岩的心无清净，无清净就会去六道轮回。随缘的心清净，若无记事。这个缘啊，咱现在人讲机会，有这个机会，欢欢喜喜来做；无这机会就卖做啊。做嘛真自在，无做嘛真自在。做了我也无得啊，无做也无失啊。无得失，安尼才会自在啊。这是有漏跟无漏，就是心有清净啊，无清净。心肝内有一丝好的念有，你所修的就是有漏福报，果报在六道，未当出六道。这是佛一再的劝导咱。随缘，唔通攀缘，道理就伫即地。有为初三，上体幻有，性体空寂。这所在讲两个体，如果是用这个体呢，意思就同款呢。用两个体，这意思就无同款咯。头前这个相体，咱现在人所讲的即体、即料，穿这件衫，你这衫是什么款料啊？料就是体意思啊，体意思啊。咱头前这个花，这个花形色是什么料啊？这一个看就知影，讲是假花，伊个料啊，伊个体是塑胶。这个相体啊，是指现象的实体。像咱这个桌啊椅啊，这个料啊，我这是材料的啊，
那恁这是金属的啊，这是讲这种体，所以是上肢体患有，因为伊是色法，是色法是患有，性体攻击，性体是讲伊真正的本体。这相对对来，这意思就深了。真如本性，我们来面讲，是法界已经庄严，正不是身体啊，依波都是咱的生活环境。这万事万物对到未来呢？但诸性变现出来啊，这是无够了好了解，拢是诸性变的，离开诸性无一法可得啊。既然是诸性变的，为什么变出来这个人，有的我介意，有的我讨厌呢？为什么都唔敢变做我介意的呢？为什么佮变出我讨厌的呢？这个变啊是无量因缘呐，咱的心内面有欢喜的境界，有烦恼的境界啊，有善的境界，有恶的境界，善的境界变善境界，恶的境界变恶境界。就这款道理，拢是你家己变现的呀、啊。你如果唔相信，你如果也想未出这个道理出来，你详细过去想看麦。你大刚暗时咧困咧做梦啊，梦中迄个境界对倒位来咧，这真明显啦、啊。梦中境界啊，大概是我心内变现出来。为什么你梦中会变这歹境界咧？变一只好要食，你惊甲流一身躯的清汗，你为什么无要变做这个好的境界来享受呢？这俗语上讲啊，梦游心思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迄、那个人一感觉暗想佛想菩萨。伊暗时常常就梦到佛菩萨咧，甲伊说法啦。伊想伊啊，一天到暗想贪嗔痴，伊就会梦到一挂魔鬼来折磨伊啊。拢是家己心变现的，除了家己心以外，无有一法可得啦。是法界已经庄严，甲这个啊差不多啊。真参详啊！所以性体是幻有，性体是空寂，性体是真的啊，相是假啊。咱学佛最高的目的是要见性，要明心见性。用迄个真来找着，你若存心去找是找无啊？为什么找无呢？存心迄个心是妄心，妄哪会当找着真呢？妄啊是永远找袂着真呢。找着真啊，要安怎去找法？啊，用真心，真心内面啊无妄念，所以佛教咱修禅定。禅定是什么意思？将所有一切妄念拢总放下，心就清净了。所有一切拢总放下了，实在讲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由此知影，佛教咱的方法是正确的。若明动体即空。这令不着无相，难对有一切境界相，可以受用，
未用你接触，修养无妨碍。环境上讲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会用你修养，未用你接触。接触就会破病，修养未破病，也未用你接触啊。又名性体空寂，即当回归无性。即句好啊，但啊已经不着一切相，一切相内面得受用，即、这个境界已经入了菩萨的境界。有一种菩萨呢，佛门上讲观教菩萨、声闻缘觉菩萨、观教菩萨，在佛教内面讲呢是三贤位的菩萨，在梵教内面讲啊是十信位的菩萨，十信位的菩萨。伊不着一切相，一切相内面会当随缘受用，但是伊无见性。到原教初祖，别教初地，伊可明咯，伊会当将所有一切受用啊，回归自性，所以叫做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是真的佛，不是假的佛。伊知影回归无性，伊了解。这个你啊，就达到了。总之，虽以不施，理不足；虽以不足，理行施。成为布施婆罗蜜，这布施就圆满了。婆罗蜜是圆满的意思，这款的布施就修到圆满。诸位总是爱记哩，布施这两字啊，讲的是咱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活动。讲布施婆罗蜜，就是咱一生全部的生活活动得到幸福美满，是这意思。哎呀，啊，这是。四类的意思，简单的拢讲出来了。这上座正念，以为境切，应相存，凡所有相，空有当时相。这来对一句一句咱来讲啊，上座正念，正是正确。无错误，无偏差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讲的立佛第一见，佛第佛见，诸佛如来因对有无着人生的看法、想法，咱的看法、想法也甲伊同款。这是正确无错误的，常常用这个来提醒家己，这境界是提醒家己啊，我家己觉理不迷，正理不邪，正理不念，就是咱真正的皈依咯。三皈依就是觉正正啊。咱正规生活，生活伫个觉正正中，
这都是啊，真正是菩萨咯。没怎样去想呢？怎样去看呢？一定爱常常的记得，凡事有相，空有东西，常有体空啊！哎，常常想着，所有看的一切现象，常有体空。你会当了解这个道理咯，常常有这种觉悟咯，你想可以受用。你心内绝对未执着，心地清净清气，外面这个代志做甲更加圆满咯。凡夫为什么将代志做甲无圆满？有私心吗？伊会为着家己的利益啊，所以常常做到利己损人，将代志创害咯。菩萨心清净啊。对一切办法知影，常有体空啊！伊心看得清清气气，伊无私心啊，所以无论做什么代志，拢做甲真圆满。道理是即个啊，无私心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伊拢真清楚，拢真明了。伊知影空有东西，这是第一个。一定要知影讲这个观念，实际上就是咱现在所讲观念，咱讲的人生观呐、啊、宇宙观、众生观想象，所有一切众生，实在讲拢是家己，是家己心性内面变现出来，共一体啊。所以菩萨对一切众生叫做同体大悲。菩萨为什么对一切众生这么怜悯呢？悲心呢？佛佛菩萨知影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啊，啊，同一个性啊。不但对有情众生看的是自己同款，无情众生看的嘛是跟自己同款啊。无情是法性啊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，不是两个性啊。慈悲用现代话来讲是爱心，慈悲是爱心。为什么佛教无用爱呢？爱内底有情啊，有执着，所以换只名词叫做慈悲啊。慈悲是爱，爱内面无迄个诶情执伫个内面啦。换一句话讲，从情执甲摕开，迄、那个爱就叫做慈悲。正直提掉那个爱是真爱，未变的啊。内面啊，掺杂着正直的内面是绝对靠不住的啊。为什么？情会变啊。今仔爱，明仔再无爱了，麻烦就大了。所以凡是有情的内面呢，你要提高境界啊。哎呀，拢是虚情假意啊，唔通当真啦、啊，欸我爱你，唔通当真，记下，记下，记下。伊讲我恨你，也唔通当真，记下。今两天伊就未恨你啊，伊就好了。迄、那个变化无常啊，迄是假啊，还创清楚啊。慈悲是真的，永远未变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，迄、那个关怀啊，爱护。是永远未变的，可是凡夫呢，没去颠倒，人假无认真啊！世间人虚情假意对待你，哎呦，伊感觉个不得了。佛菩萨这么慈悲，伊无感觉到啊！对佛菩萨真冷淡嘛。虽然啊，对佛菩萨真冷淡，佛菩萨也无万分的啊。伊这才是真正爱护、真正关怀，咱个叫做慈悲加持呀。万法动体相，这里面呢就包括是物啦、啊、空物，包括无情的众生动体，
实实在在啊是动体，连这个虚空，虚空嘛是诸星变现出来，虚空嘛不是真的。我的心性敢会变虚空呢？无错，你暗时咧做梦，梦中敢毋是有虚空？你想看暗时咧做梦有虚空，迄、那个虚空对倒位来？自性变现出来嘛？虚空嘛是心肝内啊变现出来的，啊叫万化动体相。众生本来是佛性。这条真重要哦！如果会当上座如是观呐，成佛就真紧。遐你会问讲，你什么时阵会成佛啊？我会当甲你讲啊，成佛的款式，成佛是甚么款呢？看这个大地所有众生拢是佛咯，你就成佛咯。如果是看这个人，这个人讨厌，迄、那个人像鬼共款。保证你无成佛，外面境界境随心转，佛看一切众生拢是佛，菩萨看一切众生拢是菩萨，人看菩萨伊是人啊，这点爱怎样？境随心转。所以咱看一切众生拢是佛菩萨，绝对啊未吃亏，啊绝对未吃亏啊。古早时阵，苏东坡有真多故事啊，啊苏东坡甲慧印禅师交情真好，有一摆咧，伊去拜访慧印禅师，伊就问慧印讲，伊讲法师。你看我成一个心款，禅师讲了，我看你像一尊佛，伊真欢喜。慧印就问伊讲：“啊，你看我像什么呢？”伊讲：“我看你像一对牛屎啊！”哎，占了真大便宜，回去啊，非常的得意啊。跟小妹讲啊，因小妹真聪明，跟小妹讲，因小妹讲，你吃大亏了。伊讲安怎吃亏？佛目睭看人是佛，你是牛屎，看人是牛屎，吃亏了，吃亏了。所以啊，爱常常观察，众生本来是佛相啊，众生确实本来是佛，只因为一念无明，迷邪颠倒，变作众生啊。伊本来是佛啦，若有观慧而不行施，即定有空谈。顶面讲的这个啊，空有同时，众生观续，万法同体，众生是佛，这是观慧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对宇宙人生的看法，那是真实慧；跟诸佛菩萨的看法，确实无离无别。诸佛菩萨看世界、看众生，就是这看法。如果有这个看法啦，家己唔肯行布施，那是假呀，唔是真的呀。也就是讲。有这种看法，你未当下己为人啊，未当将家己的一生贡献予一切众生，伊迄个观慧唔是真的。你甲看诸佛菩萨因，多一尊佛，多一尊菩萨，唔是伫个真虚空变化界，应机实现。教化众生呢，将来都无休困觉啊！多谢所在众生有感，菩萨就现身；有感就应。
感应就够。感应，佛法里面讲也有四句，就是有四种无同的状况。众生显感，真明显的救护菩萨，这是明显的救护菩萨。菩萨感应了，感应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明显的感应啊，是你自己感觉到的；另外一种是敏感，有感应，但是你自己未当感觉到。咱所讲冥冥当中啊，保庇你。你家己感觉未到，也有一种众生敏感，唔是现，我都无求菩萨。你虽然无求，实际上你有求，你求的迄个愿心，连你家己都唔知影。真像咱常常读佛经的人，常常念佛的人。就会这款代志，我无求啊，实际上是有求啊，真正是有求，但是迄个求、迄个念头啊，真迷失，无出现，你家己无感觉到。好菩萨要应，好菩萨应的时阵有显应，有面应，有这两种的感应啊。众生有两种的感，显面，菩萨有两种应。也有啊，明显两种用，感应度高。咱如何求到佛菩萨这两种的感应呢？拢会特别加持呢？你有观慧啊，够轻实行啊，真正做啊。伊个好处多啊，好处太多了，家己身体无了，无身体才会自在啊，有心就有苦啊，无心就无苦啊，心为苦本啊。咱三界当中最聪明智慧的是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灵。知影，这个身体唔好，心无爱咯，叫无色啊，无爱心啊。有心有坏苦，色界天林，色相天，色相天林伊有色心，伊无苦苦，有坏苦。无色天林更加悬咯，身体无爱咯，坏苦也无咯。这是咱三界之内高级凡夫，你知影？咱现在伫这个世间呢，这身体低，这身体完全奉献乎众生，完全奉献乎佛法，我无咯，你就无苦咯。家己就无咯。所以，迄个道家诸行啊，行完再来啊，唔免换一个身体，就是这个身体就会当做到，念头一个转就行完再来咯，将这个业力啊换做愿力，就行完再来了。咱现在这一生所修的。也要列支配，一个苦不堪言。如果咱发大愿，像金刚经上所讲，发大菩提心，发大愿，这愿力超过业力，咱过去这个业力未起作用。为什么呢？业力已经未当支配这身体，未当支配咱这个受用啊，受用就是果报啊。业力已经未当支配了，换做愿力伫咧支配，换做愿力伫咧主宰，
就甲行愿再来完全是共款的啊，毋免换一个身体，就即个身体换一个念头，实在讲身体也换咯。不知不觉换咯，聪明的人应该啊，爱知影即个道理啊，啊，真正去做啊。六丹行师，立无官非，一定有蒙羞。佛门内面常讲的蒙羞合念，什么叫做蒙羞？无智慧，也就是讲无佛菩萨迄款的观念，伊嘛真热心，四界布施，四界去供养，四界帮助人的忙。这是妄想黑念，都假讲咯。伊所做的是有劳的福报，伊只会得到这个。菩提道上不相干呐、啊。下面证明真实，再看经文，这真实内面有几种，先讲真实，或说法真实。娑婆提如来是真无价，是无价，如无价，不空无价，不异无价。出名将来所说无住法心，无住布施主义，皆由清净离地，真实不妄，以宽心也。金刚经讲到这个所在，头前咱看到。世尊的确是苦口婆心，在二三三二四反复的劝导人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无所住而行布施。讲弥龙居士的讲义，讲了好。讲得真透彻，咱的节要，较无够伊原文的十分之一，较无够。啊，咱取的是伊的精义。如果拿种讲义，亲像安尼隆重讲一遍。每天讲这个两小时，我估计要讲四年啊。金刚经才会讲得真清楚，不容易啊。我处于较无十分之一，我这个讲演的时间是定四个月。咖喱达库经义含无量义，也注解也注解真好。讲基书啊，伫金刚经上用了四十年的功夫，改行相应，伊真做啊。伊若无做，伊就袂当改甲遮尔啊透彻。伊做够咯，所以伊才改甲遮尔啊透彻啦。这未够啊！你就看无，你看的是毛皮毛啊！你哪会看会捌伊的意思？我头前所讲的教导咱的，是世尊清净的境界，也就是讲，对你常生活当中，伊做够了，
唔是伊伫遐伫咧理想，想象是安尼先，唔是伊做够了。伊做靠什么呢？就是啊，用头前这个方法，这个原则，应无所住，理行布施，以证到无上菩提，证到原教的佛果。伊用什么方法证呢？伊就用这个方法。这是清净离地啊，真是不忘啊！佛的这地看多难啊！下面解释这五句：真故者，真为真如，实为实相，真绝对不是假啊！是绝对不是虚妄的，真实啊！明佛所有言说，皆从真如实相中流出。故话真故者，实故者，咱爱相信啊！绝对不是假啊！如者无差别。如是甲事实真相完全共款，好甲人讲出来，好无添一点啊，好也无减少一点啊。事实就是甚么款，伊就安怎讲，无增减，就叫做如语。咱讲的讲是话啊，如语。明基无我呀，结晶无相无我，空寂平等之真如呀。这几句话呢，是对理想讲的。理如是，思想那没那会当假呢？我伫这个一切经中。无论说书，无论说理，拢是真故、实故、如故。那应当爱相信，相信的人有福咯。基督教传教，信上帝的人有福咯。信佛所说的人有福。信上帝的人有福，有一点点小福报，无究竟，无圆满。信佛所说的人的大福报，究竟圆满的福报，这是一点啊都未假啊。相随回体，连是体之用，用不离体啊。体随非相，体必其用，用不无相也。说即非，说是名，说应无所住离生之心，说应生无所住心。如是等等，相加相教，相明相准之故，该是实故者。这段内面。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重要的解读，把咱一项一项点出来了。佛讲了太多，无办法完全讲，讲几个例，咱依此类推就知影了。来先来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就是体相用，这
宇宙一切万事万法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三件代志，替常用这三件。像不是体，但是是体所起的作用，体一定有用，不可能讲有体无用，无这道理。有体一定有作用，作用绝对袂离体。古人用金器来比如。所谓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就是比如这件代志，体虽然不是相，体一定起用，其作用一定会现象。体上用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绝对袂当分的。讲一个、三个，拢总包括。这是大前提、大原则，必须爱创清楚，然后你读金刚经就无困难，你就知影佛讲的是什么意思。佛说即非，又说是名，说即非是对体相讲的，说是名是对相相讲的，对思想讲的啊。对体啊，也对理想讲的，理是空寂的，动体即空了不可得。虽然动体即空了不可得，也是对体，但是常有幻想，不是无啊，是存在的。所以用即非，用是名，讲应无所住，理想即心。用无所住对体相讲的，你体是空寂的，不能住，住就错了。相是刹那生灭，因为刹那生灭，伊受了这个业力的支配，因此佛教咱信心，你是善心。那个相就变成现境界，你生净心，那个相就变成清净的境界。大家必须爱会记得，相随心转。什么相呢？第一个面相、心相。所以啊，你若有什么毛病啊，找什么医生，吃什么药啊呢？医生不是新鲜啊，靠不住啊。咱中国古代医生，医生至少要三代相传，那个医生才可靠啊。现在医生太恐怖了，以后有这机会去到高雄去啊，在高雄啊拄到一个眼科医生，两摆手术全部拢创好，就疑问讲，台北去医生真出名，出名就出名，伊若一摆甲你创好，就赚袂着你的钱啊。要提钱不要紧啊，要你受罪。你讲现在这医生无医德啊，要提钱不爱命，不爱命是不爱你的命，这太可怕了。所以现在破病啊，唔通去找医生，非常非常可怕。药啊，拢是毒药啊，无病都吃出病来啊。有病来吃会更加害啊！没安怎呢？你有相信佛的话无？佛是真古者，是古者，如古者，你有相信无？你若是相信来讲呢，好办啊！受清净心转业力啊！咱身体这个病痛是业报啊！
也烧去咯，边都无咯。王老师话，老师边拢是业报，业爱转过来咯，人就未老、未破病、未死。这是真的，你看真有假，实有假，这哪里会错呢？所以你若是相信，就会使啊，唔免去医病啊，摕这个医病、破病、医病的钱啊，去加做一点好事，去加做一点功德啊，好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啊！一定爱知影这个道理，爱相信佛的话，相貌随心转，人心清净咯。上就清净，心清净，心就清净，心清净哪里会有毛病呢？无毛病啊！咱这个身体是物质，是一部机器，这诸位拢知影的啊。机器用一个轱辘，内面的管道造啥不通就破病啊。所以中国古时阵用针灸，为什么将阻塞的所在啊，给拍通啊，你病就无了。药物治疗嘛是这道理，将障碍阻塞的所在啊，给拍通啊，就是道理啊。那是人心一个清净，所有一切器官拢恢复正常了，哪里有病啊？所以啊，一定要知影，有病是业障啊，要去忏悔业障。业消去的时阵啊，什么病都拢无咯，相貌嘛会变庄严啊，身体体质嘛就会改变咯。现在这社会上流行改变体质，体质是真是会当改变，相貌真是会当改变。你修慈悲心。你的相貌就会好看，就会慈悲。清净心，你的相貌是清净，身体也清净。这是真正知影讲永生之道啊！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唔那破病啊！破病去的时阵啊，也是有业障啊，啊，也是有业障啊。无破病去的时阵啊。业障无咯，这个母猪对体相讲，因为体是空寂，所以一切相那唔通解藏在心内。母猪啊，就是唔通藏在心内，唔通执着，唔通牵挂，唔通忧虑。真正修道的人，清净心中无忧虑、无牵挂、无妄想啊、无执着，爱保持这款的清净心，讲应性无所住心，啊，这拢是相掠相照啊。什么叫做相掠？这是放下，两面拢放下，空有两边拢放下，应无所住。这是放下有啊，心内未当有无所住，离心即心不着空，空也放下咯。我布施，布施不落空，心内面啊若无即思，不着有啊，空有两边拢放下咯。如果单单心清净，什么代志拢无做，那是错误。也你就掉了空啊，有放下咯，空无放下，所以是一定也是尽心尽力努力去做，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榜样，做一个好模样，像佛菩萨啦，做一个好模样啊，互人看，尤其是伫个华严经上。华严经尾后，你发戒品，你想看迄个是什么意思？
迄、那个经题的意思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迄、那个境界就是已经法界啊。诸佛如来所证的境界，入迄个境界。迄、那个境界怎样入呢？就是金刚经上讲的。金刚经上讲的理论、原理、原则、方法，你应用在生活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啊，《立法戒品》、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》。你看这个五十三个人，这五十三个人，就是咱现今社会上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，因怎样将金刚经的应无所住的生机心。应用在家己整个生活当中，因做出模样来给咱看，这就是出名的五十三参嘛。啊，金刚经读的响，过来读五十三参，看伊是安怎用。咱爱伫这个所在学习，这经常学理论、学原则，我倒转来到四十华严去学应用。怎样落实伫个咱家己日常生活当中？所以，这个金刚经讲完的时阵啊，华严经过来讲一个，那就妙不可言咯。就知影哦，怎样用法？我做生理怎样用法？我做工怎样用法？我做公务员怎样用法？我做家庭主妇怎样用法？拢家己咯。呀，这是大的原则，就是相抓相照，两边不离，两边也不离，也不离开，但是两边拢未接着，所以叫做啊相密相存。这些话啊，拢是真实语，达句啊，拢是真实语。是如来诸佛如来清净的境界啊！不共我，佛不共众生，讲是欺骗啊，佛绝对未欺骗众生。不异我，伊是两款的，佛未讲两款的话。一切诸佛出现的世间，甲大家说法，绝对是讲一款的，未讲两款。因所看的是一款的，所证的是一款，怎样讲的两款的话？纵然的言语说法上无同款，但是意思绝对是同款的。所以说种种行啊，该为一佛行呀。比如咱现在讲的三行佛法、声闻缘觉菩萨、五行佛法。人行天行，可是爱怎样？这拢是佛的方便说。所谓显卡方便，伊目的呢？目的是一行，一佛行。佛教咱成佛，并不是教咱来做一个人，做一个富贵的人。如果佛那是安尼教咱，佛是对不起众生，你家己甘心情愿，那就无办法，那是你家己未去颠倒。佛教的众生绝对是究竟圆满，家己生活之道啊。这才是满佛的道性的本怀，佛对有众生的本愿是家己成佛，甲伊一模一样。你那是成一菩萨，比加一级，佛看到拢摇头啊，唔是伊的本愿，一定帮助你成佛。伫所有一切法门内面，真正会乎一切众生。一生不净成佛的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
这念佛求生净土，甲《金刚经》讲的原理原则有相应啊？无相应？相应啊，完全相应。甲《华严经》的五十三参有相应无相应？完全相应啊！实实在在讲啊，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啊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你该看这三部就错了，是一法，不是三法。如故是如己所清净者，离说之呀。五句中，如句为主。这五句内面是以如句为主啊。如是什么？完全讲出事实真相。不用你少讲，也不用你加讲。真相是怎样就怎样讲法，这叫做如说啦。所以啊，这个佛经一个开端，如是我闻，那个如就是如故，如是我闻。应知真故实故，该是清净如是，则非影响之谈，何况之有？这个五句同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拢是世尊亲经的境界，而只不过是将家己亲经的境界，但讲出来而已啊。影响之谈，是比如猜测。推测理想，那未必是真的。真的一定是家己亲自看到，这是真的。听讲的，那个不算是真的。推想也不算是真的。何况只有哪里有欺骗人呢？言有千差，利归一地，何以只有？我对一切无共根性的众生说法，因此伫语言表达方式千差万别，这才有这么多经，一切经。但是爱知影，一切经所讲的理是共一个，一切经指的方向是共一个。这都是如故，这都是不以故者，温温宽心，我靠不心，记忆真意。那念到这说的真正老目屎啊！我对众生可靠不心。言尽意志啊，但到结处，可是众生怎样呢？真正叫麻木不仁啊！听着啊，无动无听，甲插头人同款。啊，到这所在才知影，佛对众生恩德真大，父母都袂当比啊。如何对众生生生世世，父母终年爱护照顾一生，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的照顾，生生世世。
无论咱离倒一刀，将来都无下离过。尤其是乾坤覆碟侵害人，无论对在倒一刀内面，拢真容易闻到佛法。诸佛菩萨时时来示现，时时来提醒。算真实了，下面这段话真实了。咱看经文，娑婆提如来所的法，诸法无实无虚。这句里面，也深讲，真正是无穷尽啊，没有边际啊。就是如来所证，其深无底，包罗万象，尽虚空变化界，无一法。在我全部包含在其中，所得之法正至圣言，伊得到什么？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，伊所得到的法就是见到真性。南无佛林，是不是也是这个法呢？没错，也是这个法。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继续跟阿弥陀佛学，大概学的时间不长，真短啊，就会当明心见性。咱经中内面讲的一心不乱。这一心不乱的功夫有千千无同，这样呢就属一心不乱，就是念佛三昧。这念佛三昧是属一心不乱，你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心，那是你一心不乱，你就是性。那就见性了。教下里面讲呢，叫大开眼界。大开眼界也是明心见性。伊若不见性，伊的界就不完。开眼界是见性的人，由此知影，言有千差。言语是千差万别，一归一地，意思拢嘛是同款呢。这都是不以物啊，啊，这正智圣言，有言称为如来家，以其正德无实无虚之圣力，也名利。为什么叫伊做如来？实在讲，本经如来有两个解释，好讲的。如来者，诸法如意。这个、解释的真好。啊，佛所讲的一切法，就甲事实真相完全是同款的。诸法如意，这是对言说上讲。如果对理事上讲呢，一切诸法是对相上讲，跟那个性完全是同款。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
性相一如，性相不离，诸法如意啊。无论是对言说，是对事实真相，这拢是真如本性完全显现出来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万法拢会回归自性。为什么会回归自性呢？因为性相一如啊，因为诸法如意啊，所以一法拢会回归到自性。一法拢是自性的显现呐。人会生活伫即地，迄个快乐无办法通形容啊。这是无量寿经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无量寿经是按呢讲法啦，一个境界，一桩代志，讲法无同款。诸佛如来的生活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咱下当记即款例子就好了，就快乐自在了，那是真正幸福。啊，这是清如来以及正德无私无虚之性的讲法啦，无同款，意思完全同款啦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地。